星宾馆是由荣工处承建，建筑师为黄宝瑜先生，并由蒋公亲自参与设计督建。宾馆主体建物于民国59年完工，是一个坐南朝北的两层楼中国庭院式建筑，门窗造型独具，拱门式穿廊营造出优美律动的空间。宾馆正门前方建有兼具辟邪与阻隔功能的罩壁，门内是雅致的中国式庭院，栽种有茶梅、桂花、观音、棕竹、罗汉松等多种象征吉祥、如意、富贵的植物。而庭院四周铺以观音石的回廊，是蒋公雨天散步的地方。美丽的宫灯更为宾馆装点古意。中庭两侧各有一株两层楼高的桂花，具有贵客临门、富贵临门之意。宾馆内部空间均以活动快木门板隔间，并以榉木地板搭配米白色地毯，再加上木质的仿古精致家具，使中心宾馆显得格外庄重典雅。另外，屏风与壁炉是宾馆内常见的设计，壁炉为冬天取暖所用，新柴取自森林公园的相思树，屏风则是由大陆玉、贝壳相制而成。而长寿花、寿桃、海域中心图录、麒麟木雕以及陶瓷饰品等摆设，都是各界敬赠给蒋公的献礼。